着吧，看到没，二麦。好烦啊。B B， 我们接着是刚才的话题。然如果让你挣了500万，你什么反应？哎呦，你小脾气上来了吗？啊，我觉得我们家有场控跟没场控有区别吗？哎 ，B B， 我就惹你了，来，你咬我呀！这狼出去了又就是掉线里，你知道吗？汪汪汪，你学的挺像。真的学挺像的。狼就是掉线了。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啊？B B， 我就问你啊，如果你中了5000万，你会什么反应啊？你中了5000万，你是不是把所有好友全拉黑了？因为你怕他们跟你借钱。我说你中了5000万，你什么反应？我说你中了5000万，肯定把所有好友全拉黑了，他们不在YY混了，连微信都不要了。欢迎我狼，狼照样找你。看我这边长了一个这个，这边长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红点点，可疼可疼啊！把手机砸了，换个 iPhone 7是吗？嗯，谢谢我狼。是的意思，我知道你在家。看出来，因为你在家就不能玩游戏。今天小贝荣怎么也不说话，寿司来了也不说话。你别砸，你给我吧，我低价1块钱回收。怎么样，你觉得行吗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一开直播你们就玩游戏？啊，六S 确实不好用，奶奶你们给我买一部呀！啊，大 VP，PP。
说不好用吗？那我觉得好呀。来，你们送我一部来，过年、不是圣诞节礼物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留着，把它留着，像脑瓜子用。我不建议拿六 S 打我的。哎，我也是没谁了。两件板甲没用的。BB， 我们俩聊天吧，不要理他们俩，完全无视于我。啊 ，BB， 你今天干了啥事儿？你不是说你连猪都不如吗？哦，现在这么玩是吧？谁让你下的啦？把你那个蛋壳缩回去。小病人，人呢？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又买一个口红，就这个颜色。这颜色是不是嫩一点？有没有人要卖吻的？小贝蓉你在干嘛？哇，怎么这么多花？喂喂，来大姨妈了吧？对，打怎么不打？九点开到十点。每天都想着你，到底有没有想我？每天都念着你，是不是还赖着床没有？哪里纠结？你第一，你说的是人头是吧？我告诉你们个不要脸的事情啊，昨天很难跟我们打游戏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明明在中路打得好好的是吧？他们嫌弃老师设计的 Black World 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狼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啊，明明我在下路打得好好的，我跟小贝蓉打得好好的，他非得过来插一脚，他来一句，他死不要脸的来一句什么话？没有啊，你们打得动吗？嗯，打得动吗？他说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结果他跟我说来句跑，你不要跑，你打他，我来了。结果我是后面的人在追我，我在前面跑，然后他叫我不要往前面跑，叫我往回跑，好，我往回跑，然后最后就被人干掉了。还好意思笑，等我被干掉了他才出现。还说来一句，哦，我的五杀。我那时候没闪现了，
闪现用一次，他要好长时间才能第二次闪现。我觉得我往前跑是对的，往前跑说不定还不会死。我跟你说 BB， 这个设计图这个东西说实话怎么说呢，你就像很难，就像很难对我一样，他对我就是不满意，你知道吧，他对我就是不满意，然后他对他就像你画图一样，别人也会对你不满意，时间长了也就怎么说呢，也就习惯了。爱是什么东西，有没有意义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伤痛我的心，你的爱情像流星，我却爱得很彻底。张瑶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玩游戏好坑的。然后打到第二局的时候，他就来，他说宝，这样吧，你跟我走上路吧。然后我正打算跟他走上路，他对我来了一句，他中间还间隔一段时间，他对我来一句，你跟我走上路，死倒是不会死，就是抢不到人头。然后我果断的走下路去了。我也是醉了。不满意还这么找我做。我跟你说什么叫做鸡蛋你挑骨头，就是这种类型。我们的老总天天问我，哎呀，这个我打了多少钱啊，哎呀，那个厂家我给了多少钱啊，前天才问过我的，他妈今天又开始问我，然后我就会回他一句，我说你有病啊你啊，我说你前天才问过我，现在还问我。然后他就说，他怎么说话的态度啊。然后我就无视他。只有你满脸的嫌弃，等你的好消息，打算跳槽。我跟你说，先找到下家了你再跳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说的。赶紧跳，跳哪里啊？好无聊，没事干。你不是可以打个弯路吗？哎，你把我那五场打完了呀，要等20分钟的。你又去哪啊，张扬？这是洗澡还是下班？下班了是吗？嗯，行，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哦，拜拜，回家了再玩哦。金牛高烧39.5度，那还不去医院？嗯，拜拜。我跟你说 BB 你指着老板的鼻子骂，你说你别跟我 BB。
做你囚禁的鸟，永远生活在你的城堡。OK， 看看看看，别人这是什么对我的？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啊？我帮你放呀。这一世欢迎伤不起，还没来得及啊，你是谁？下辈子我愿许你一生荣华，只求爱。朴树的是吧？我是冰心将军，我就不给你发。我曾经夸过沙滩，为什么别放将军一记啊？不知道。大家舍不得的。哎，你还想着他呢？去等他学会放下。你看我们家可能每回失恋了之后就放下了，第一天失恋，第二天就放下了。你不放我就想不起来。是我劈的你。亲爱闺蜜，强制性的，就是逼逼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些骗我的，干嘛放不下呢？应该是喜欢我的钱，不喜欢我这个人，有啥念念不舍的？你点一首歌，哪首歌啊？歌名打在公屏上。喜欢的我钱，喜欢我的钱，喜欢，还说没烦。什么歌啊？男人吧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是龙梅子的歌吗？是这首歌吗？我没有
有急眼、啊、我也没急眼过，你把礼物刷出来就可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说给我礼物的呢？你先礼物好不好？礼物刷足了，反正不跟你急眼。就是一毛钱。你昨天给我准备礼物就是一毛钱。说十足一三一四嘛，啊，那个心酸的是拔凉拔凉的，我拿你跟一毛钱。你先告诉我你准备多少礼物，我再告诉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就刷个一毛钱，然后你就跟我，然后你就跟我唠嗑，然后就急，看你的礼物能不能压制住我的脾气，这样。欢迎苏妮，不是你心拔凉拔凉的给你糖吃，我不要再吃糖了。苏妮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怎么还来了？不舒服就去休息，发烧了你要去医院，要不就吃点退烧药。就是啊，我一大口把子吃到你脑瓜子来呀、啊、你刷呀、啊、快刷行不行？行，怎么个不行呢？但是我怕到最后不是你把我说急眼了，把你说急眼了。万一我把你说急眼了呢？是吗？可不一定哦。我们家这么多人，哇！是吧？是吧？你的礼物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睁大了眼眸，看不到太多的理由。人们追寻着自由，却总拥挤的高楼。欢迎啦啦，心的汹涌，不解不通爱追求。如今谈的男朋友穿上别人手，抛不住的爱反正总给在流走。快点呀，让我看一下呀，我今天还没干到光光呢。也逃不过爱情的忧愁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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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急死我了急死我了。现实充满诱惑，心里有团火，说不出来的失落。
忘记。我的爸爸你都闻过啊？你礼物发足够就不急眼了。我可以把我的火炬扔下去。然后我会念经超度。或者我可以扮演咸蛋超人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现实充满诱惑，心里有着我说不出来的失落。不刷我就不让他说我了呀，我可是忍着我自己啊，我可是忍辱偷生啊，没人懂时装设计。欢迎十三香。Yes.
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我擦，我忍。牛逼！你不叫逼逼，你叫牛逼。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再远远远远，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，我要对你说那就是永远。不管山有多高，路有多远，我要追你。你铂金送呀，你黄金我都要，来，谢谢宙斯。
你说的话就大得下来，大实话还要听大实话，难道这就惩罚人不会被骂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都是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是文字咬的，文字咬的不会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是很疼。直接把小莫拍在那个砧板上，把洒脱也拍上去，就跟打唱一样，啪啪啪的那种。应该不是。不就行了吗？有什么话我们私底下说，干嘛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嘛，讨厌。你去哪儿？
还白扯了，你都把我塞了，我都跟你说号被盗了，盗了盗了盗了，哎呀我去，我的号被盗了，你以为我想删啊？怎么撕？来我们家好友撕。只是下午承受着苦涩结果，可是我看不到呀，我加不着你啊，不加了，不回死命加。心里动，心就痛，谁爱过谁会懂，跌跌撞撞之后还是纠缠不休啊，心就痛，逃不过的魔咒。我今天晚上吃的米还是加孙子，我想到那个米我就特舍得。好吧，那就不要加吧，拜拜。撞撞之后还是纠缠不休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那就不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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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家以和为贵。你是皇帝呀、啊！是啊，啤酒啊！3毛钱一个。是不是出国了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把你弄个绳子拴住他。我都跟你说号被盗了，还能有好友？开什么玩笑？去追，然后就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有意思吗？照片定别人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本人，我是不相信别人长什么样的。谁让你一直
心会带来伤痕。哪怕你长得美若天仙，我觉得你给我看照片有屁用啊，我拿个七仙女照片给你看不一样的。我只会喊一首淡情笔，我不会呀、啊，但请比如我也喊得不好。等一下这首歌听完吧。等一下呀，我觉得我又肚子疼了，我去上个厕所啊，2分钟。